没了，你看。然后这弄两个凳子，啊，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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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们一定要拍一个。来拍，我来拍一个。哎，你照一下，照一下。这个它只是混合，它不是那个，在混合之前都要把那些颗粒都给它打散。可以反转的话，反转不行，反转可能这个脚不会过热，因为它这个脚的那个。它的其实每个上面承担的力气什么的，就是它的每片上，对吧？是，没有挤压什么的。咱们现在那个挤压的非常严重。我们那个台设备，我们那设备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混合机。它有一些面粉的揉面机，对，它那个东西一过来，从那几边一搅，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壁上面全是厚厚的，有这么厚，都是挤的那种，所以它这个混合机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才是混合的那个。就看看，哎呀，刚才我们的厕所，如果那个的话，我们再讲厕所，如果再看一遍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看着感觉还是比较均匀。我们要再看了，看看它两分钟到了再说了。它时间是可以，时间还可以调整的。那照理呢，只要每一个料都出来，时间到了。